这只就是赫赫有名的台湾深山，它是假菜耶，它吃素的，它跟我们慈济一样是吃素的。大鳄的最前端就是脚脚的最前面会分开，叉子一样，所以他们叫做叉脚深山。目前台湾的记录可以到 8.7 公分，雄赳赳气昂昂，模样很可爱。接触了他们之后就非常的喜欢。我说：“喂，你在干嘛？”没有，没有假的啊，就在摸，在摸摸。那虫子只要摸得很漂亮啊，乖乖的、啊。它就会往后仰啊，它没有平衡感。我要不是不在后面，它就会倒下去，摔倒下去。所以它没有妈妈，不能走路啊。对。行动什么都要有人陪，都是母亲陪陪我。这样，抓紧，张开，这样子，每天这样子经常练，这样就可以张开了。自己也是要有个意志力的，再进步一点，快点，这样，抓紧。儿子从小热爱甲虫，长大后借钱周转，快速在台湾展店三间，打造出全国最大的甲虫王国。没想到7年前一系中风，三间甲虫店也随着他的病况一起倒地不起。就根据医生的说法是，我因为没有睡觉，所以说这个血比较浓稠，加上我又爱抽烟，我疯狂到一天抽将近3包香烟，所以它这个是会造成我们的血管脆化。脑压过高，然后整个血管爆开，然后刚好受伤地方是在我们的桥脑，就是小脑跟脑干的中间。啊，于是那里受伤，医生是说大概100个受伤，大概95个回老家。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%。那即便救回来了，我很有可能就是植物人。那可是母亲在想，当时我年仅42岁，那应该还是有机会。于是就硬将我把从鬼门关拖回来。中风后左半边瘫痪，眼睛和耳朵也出现后遗症，双眼变成复视，看东西会出现两个影子，经常耳鸣、头昏，生活起居必须依赖母亲谢冉淑照顾。很龟毛啊，没有，我要催他，不行，还没有刷好，再重来。啊，洗澡也是，我这里没洗干净，还就，他每个部位他一定要肥皂搓到底。要他协助啊，要不然我只有一只手，没有办法，然后又看不清楚。比如说我要去上厕所啊，他会扶着我。或是我要去洗澡，我要去做什么，他都会在我身边帮我这样子。就是相依为命的母亲。8、9。未来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走。对啊，那你就还要继续努力啊。好，这只手抓这里试看看。对，好，这样子。刚刚一生病的时候，这规拢抽起啊，安尼背袂顶人呢。煮一壶不够，第二要煮2壶水。我晚上要睡觉前就已经煮好，早上早起来就给它倒好。对，然后医生有警告说，在我身体里面呢，我的身体里找到2种不同的病毒。然后大夫说，
病毒越来越强壮，当今之计唯一方法就是只有你喝水，然后再加上说因为我神经受损，所以我必须要不断的喝水，然后才有办法让膀胱感觉说哎，肿胀要排，这个是排乙这样子，然后我才会解小便。你早上没有喝了，早上喝得不够，然后5000cc， 讲起来棺材门就要进去了，80岁了，你看我还能活几年，对吧？所以你很担心是吗？对对对，嗯。所以你什么？你怎么？所以我就要他自己要能自立呀、啊，最起码你自己喝杯水啊，上个厕所啊，要可以做、啊。照顾50岁的儿子，就像从头开始拉拔一个孩子长大，这对于将近80岁的母亲谢冉淑而言，是非常辛苦的过程。幸好慈济志工7年前介入关怀，每个月都提供生活补助，陪伴这对母子度过困境。嗨，蓝叔师姐好，师姐好，师姐好，今天刚好在家，儿子呢？儿子在里面，来，这个菜给你煮，自己种的，谢谢，自己种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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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，真好啊！我一个礼拜不用买青菜，买水果就够了。我包包大包小包，连买菜的包都是严师姐送我的。真的哦，没有他帮我幸福啦，因为我买太多了，他帮我幸福。正好。哇，厉害呀、哦！好厉害，你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减了10公斤有吧？不止，最多的时候有快20。哦，好厉害哦！重度中风哦，在医院昏迷4个月。那刚他的事业刚在发达的时候，我们来的时候刚开始看他脸是不是开朗的，是真的是很忧愁的脸。不是那么开朗的，而且那时候也比较胖，没办法走、哦、没办法走路，那时候没办法走路哦，嘿，只是现在好很多了呢、嗯、真的他儿子真的进步好多、哦、我们他刚才拿那个拐杖这样走出来，我吓一跳呢、嗯、他是重度呢，重度中风呢，对，能够这样昏迷4个月起来有办法，这样是不简单呢，是奇迹呢、嗯、我受伤是非常突然的啊，然后因为又是脑部，然后完全没有意识、完全昏迷的状况之下，然后又要一直开刀。慈济知道之后，主动来关心母亲，甚至给我们予以帮忙，帮我度过了很算是很重要的难关。因此，我醒来之后，除了感谢帮我动刀的医生以及对我不离不弃的母亲之外，我最感谢的就是慈济。好，来，哎，祝福你哦，哈，幸福、平安、快乐、健康，好，感恩，祝大家身体都健康。这也好运啊，祝大家就等于祝自己嘛。他每次来都很重哎，还没有满呢、啊，已经很重了。不会了，你也去搞啦，谁要去试一下？我是自己啊，你是姐姐在，你看呀。自己摘，自己摘。哇，这么漂亮，你看这么漂亮。它好会种哦，你看这么多，上面都是呢。知足又感恩的冉淑妈妈，固定缴交功德款，也常常捐竹筒。就连家里种的木瓜红了，她也要等着志工上门来，一起分享采收的乐趣。种在这里，每个人过去就在想，就是问我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有打算，我那个师姐他们什么时候要来？你们欣赏可以，不能摘。我木瓜在等着看你，你看一直在看你。我知道他好像留要给我们的，要不然没有那么多红的没有摘。他真的很有心。好，动一下它就掉了，那就熟了、啊，已经熟了，那个熟了。要留给慈济的师姐来，要摘哈。就是要留给他们啊，对，就感觉很温暖，很感恩呐、啊，真的很感恩。其实对冉淑妈妈而言，分享几个木瓜根本不足挂齿，
他曾经为了帮助儿子还债，甚至不惜卖掉上千万的房子。妈妈，我就是很感动。其实妈妈的故事可以教育很多人，因为她这个年纪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儿子不离不弃，在我面前从来不抱怨哦。可是她在七十岁的时候，她的儿子竟然重度中风哦，在医院昏迷四个月。那刚他的事业刚在发达的时候，台中分店、桃园分店、台北分店，啊，他这样子四个月，全部没有了，到最后没办法。妈妈很勇敢，妈妈很诚正信实，说既然我们欠了，就全部要还，所以就把房子卖掉，就地下钱庄借啊，所以会弄了这么一个大洞。他就第二年呢，他利息三分啊。你没有缴，他就一直给你滚了一个锅啦，一个月就要几万块，几万块给他。后来我就决定了，把房子卖了，全部解决了。所以总共赔了多少钱？一千多万。对啊，一辈子的。什么？一辈子的老本。啊，这一个啊，对啊。哇。对啊，这个。卖掉房子救回儿子是了不起的决定，但这个母亲更令人佩服的是，她选择继续支持儿子的梦想，陪他东山再起，继续经营甲虫生意。妈妈，我只能我现在生这个病啊，我不做这个，我现在脑筋里面只有这个东西，我也没办法，这个行动这样子也没办法去给别人做事情啊，只能这样子做，可以减一点生活费。然后就那个医生就说：“刘妈妈，你要让他做，他脑筋要给他动，而手脚他也会动。45度角切过来，然后我要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躺在病床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几乎每天都会做同一个梦，你知道梦到什么吗？”跟你讲，我梦到我还有好多标本没做完，我怎么躺在这里？我赶快起来啊！不要偷懒，赶快把标本做完，把事情做好。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。甲虫它是属于外骨骼的动物，骨包肉，就像汽车一样。那我们要做标本的很简单，只要先第一就是展足，固定它六足的一个姿势。一位昆虫大师，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就是你把标本制作好。等于是重新赋予昆虫尸体的一个生命。下面一点，对，下面一点。啊，可以啊。对，可以。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样。我脚兽就扶住他，都是他在做的。我扶着他的这个板子就不会晃来晃去的。以前因为有良好的工具，眼睛可以辅助。还有平衡感啊，还有协调性各方面啊，现在都没了，要靠母亲帮忙啊。然后，你就训练谁？就是训练我最老的学生了。可以吗？谢冉书这个最老的学生，不但要当儿子的助手，店里大大小小的杂物活，他也全都要一手包办。这个幼虫，刚孵化的幼虫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幼虫，虫虫在这里面。它尿尿、大便都会在这一段时间，就要给它换房子。三哥自己研发的果冻。黑糖果冻七，老板研发给请工厂代工作，老板是我儿子是刘一山啊，他就虫吃了就粥米啊，果冻也是他研发出来，第一个，这个消费品，我们有过成本，啊，减一点，有赚一点，这样就好了。
对，要说要赚到多大的钱哦，真的很难。养虫已经消费了，不要让人家消费太多，人才会继续的养下去。他到西外满天下的人都养虫，我说你这个脑袋阿大的。标本箱有十箱以上，就是台湾所有的深山都是亲自采集，没有跟人家买，都是自己抓。从台湾投到台湾，我有都抓过。我也不知道说，当时家人为什么要把我救回来，然后我更不知道说，老天爷留着我要干嘛。后来我想一想，可能是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，这辈子的使命就是，可能把这些东西留存保存下来，然后将来提供给有兴趣的后代子孙来做研究。这还网络上还有一个定一箱果冻。其实妈妈不太能理解儿子所谓的使命感，这个务实的母亲只知道既然开了店就得努力帮忙把生意维持下去，小工啊打杂的啊全包了啊。对啊，这送货、啊、进货啊，什么出货，全部都是我啊。她是我的母亲，没错。可是，在工作上的态度，啊，我们就是同事。那在专业上来讲的话，她就是我的徒弟啊，我是她的师傅、啊。是，但是亲情上来讲，她又是我的母亲，我必须听她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各自的角色上会有一些情绪上的矛盾，人嘛总是会七情六欲，会气不过就回个嘴要完了。我说过他那个牛一样，就开始一直计较，一直计较，一直计较，然后甚至开始就不理性了、啊，就说你再这样子，我要去嘉义，我要去苗栗，我要去哪里？碰到了就是要面对嘛，所以我是能做的，我还活的，老天爷给我这个身体好，我多做没关系。知道妈妈很辛苦啊。哦，谢谢谢谢你为了我们未来共同努力啊。对啊，谢谢你常常帮助我。送货的老人啊。你会哦。快要80岁了，冉叔妈妈仍然骑着机车到处去寄送货物。每逢周一和周四凌晨5点多，她还要第一个骑车赶到环保站去开门。我礼拜一和礼拜四就第一个来开门了。开始做工了。早，师姐早。嗨，师姐早。啊，早。大家人拢会甲伊打招呼啦，爱甲伊嘘寒问暖啦，啊问讲最近有安怎，即几工有啥物代志无安尼？大家都那么热忱呢，做剑的用抢的，好像工厂啊，人家工厂都做计件数的啊，哎，做几件多少钱多少钱，啊，这个大家做公益的还是用抢的，做没有钱，做大家还是都是抢着做。别人帮
样子也可以帮助一些人啊，我也是受人家帮助的，啊，我应该要回馈。啊，请问大家还有垃圾吗？有。啊，谢谢感恩，感恩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我先把垃圾带走，这里就不用再留人找垃圾了。啊，每周两次做完环保回家前，冉树妈妈会特地把环保站的垃圾收集起来，准备带回自己家里去倒。他们这个服务很好，小姐就帮帮忙接。平常我都倒比较多垃圾啊，这小姐就会帮忙啊。没有啊，举手之劳啊。这个手要放在这里抓的，不然再这样子，啊，放这里啊，这样子搬走他就有事情做啊，会有出力量啊。菜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，那尽量吃啊，这些都是你的。白面包、白米饭、白面条不敢吃，本来就不良于行了，再胖更不能走路啊。对啊，不想一辈子都不会走路啊。而且妈妈照顾起来也会很辛苦啊。对啊，而且我有压力啊，对。你压力什么？将来妈妈老了要照顾妈妈，不会走路怎么照顾她？嗯，哎呦，是的，儿子今天讲真心话。哦，妈妈好感动哦。我真的很感动啊。换我来照顾她就对了。这是当然的啊。对啊，我五十年来听到你第一句话这样子对待我，真的，我很感动。水塔那家就是我们卖掉的老家，一砖一瓦，那设计都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盖的。我卖掉哭好几天，该还人都还了，都没有拿利息，一生气呢就没有在这个烦恼。上千万的房子，为了替儿子还债，咬着牙流着泪卖掉了。但谢冉树并不后悔，他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有的抉择。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能把它买回来。希望会有这么一天，在我有生之年啊，希望，对啊，能够把这个房子买回来。